刚才大家欣赏了深邃悠扬的《塞外情思》，接下来请大家再欣赏一首，具有现代风格的这种描写蒙古的这样一个曲子，叫做《蒙风》。《蒙风》呢是高绍卿先生啊，2008年为上海国际二胡邀请赛的，这个委约作品。那么担任今天演奏的呢是一个组合啊，这个组合呢，他们分别是宋飞、马可、张永英、王雅琪和黄小琴。这个组合非常有意思，可以说，这四位同学呢，有一位已经是老师了啊，马可已经是老师了。这四位同学呢，分别都是金钟奖的金银铜和优秀奖的获奖选手，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上台。钢琴伴奏，曲大卫。
这么多优美的乐曲，这么精彩的演奏，我想呈现了我们二胡历史的发展当中的最鲜艳的一个成果。所以感谢所有的演奏家们，也感谢所有在二胡的历史发展过程当中做出贡献的前辈们。是的，那么今天晚上的音乐会，大家不难发现，这个其实是一个三乐的音乐会。什么叫三乐呢？作曲家写的乐，演奏家演的乐，我们观众听得更乐。所以我们今后呢要多写这样的三乐作品，少写呢三类作品。什么叫累啊？作曲家写的累，我们做的累，然后观众听得更累。所以我们想再次以掌声我们送给这些作曲家和演奏家们。我想在我们的二胡的发展的今天，其实我们已经带着二胡的传统、二胡的魅力、二胡的韵味，已经走入了现在一个非常多元的一个社会空间。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开放的文化空间当中，其实二胡也面对着一些挑战。其实呢，这些挑战也化为一些机遇。我想我们的一代代二胡人，特别是青年的二胡人，他们在为二胡的进一步发展做着各种各样的探索。所以我们在明天的音乐会和后天的音乐会当中呢，会呈现我们新秀的新曲。明天是一台新作品的音乐会，是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的优秀的二胡的演奏的比赛获奖的选手。这些新秀们当然会给我们带来新鲜的他们的音乐，也就是这近两年以来的优秀的新的二胡创作。那么在29号呢，我还有周威老师，还有陈军老师，我们这一辈演奏家还会带领像马可他们这样的青年的演奏家，一起带来一首移植和跨界的作品的专场。在那场音乐会当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更多新鲜的二胡的不同方向的探索。我们可以一起在这样的系列音乐会当中感受我们二胡多姿多彩的魅力。所以呢，明天我们再见。好，今天的音乐会到此结束。大家晚安。谢谢大家的光临，请我们的专家上台合影留念。